52岁蓝洁瑛巨揽现中环。想当年靓绝五台山的蓝洁瑛，早两个月受访的时候烟不离手，而且满头白发，面容相当憔悴。早前蓝洁瑛同好朋友去中环行街街，虽然当日身形就肿胀唔少，长腿肥腩通通现形，但系精神就明显有好转。回想1995年拍《西游记》的时候，蓝洁瑛仍然女人味十足啊！早排52岁的蓝洁瑛受访的时候就表示好恨拍戏，不如由依家开始努力 keep fit 做 facial， 咁好戏大把人争住揾啦 ！Facebook 一开即寒，快啲下载猛料如云，寒料最强啊！